琴小姐，哇厉害，还有我们的任贤齐姐，哇厉害，我们这边还有纪文慧，林立文，哦厉害啦，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叫做是台中市的科学博物馆。那么琪琪啊，已经在我们十字路口应该算是第四次来了，啊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是啊。脸上有一根毛了，对对对对，我来就好了。好好好，对对对。那这边也要介绍一下，来来来，立文纪文慧。哦，一定有新的偶像剧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讲一下秘密花园好了。哎呀，我的秘密花园呐！那就是十字路口之后要秘密花园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是是，这一次啊。这个王大哥就是他们这个戏的老板，哎，特别跟我们感谢，说由于上了我们节目之后啊，收视长虹啊，目前来讲是国内偶像剧收视最高的，厉害厉害，我也要飞了啊，拿林依晨，是是是，太好，我们也希望你们今天啊，这个来了之后，更多观众朋友看完我们的十字路口，接着下去就是看我们的。对，同时呢，左边放着任贤齐的新歌，右边听积极的新歌，好吧，让大家都照顾到了，加油加油！十字路口规则说明：这是一个边走边吃边吃边玩文字接龙的游戏，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以同音或谐音的接龙方式，将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道食物的字首，并且将每一道食物吃光光。当吃到第五道，裁判官会将谜底食物公布出来。此时，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接到最后一道谜底食物，时间吃完的队伍即可获得本周的超级大奖。本周射箭队派出的是梁咏琪、吴宗宪；苍龙队派出的是任贤齐、康康；木偶队有林立文、纪文慧、闹闹。小天使，请进场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大学服的女生。五专的哦，哎是哟，哎制服美少女哦，五专的哦，嘿是是，然后呢？哎呦，龙这是什么啊？龙筋是眼睛的筋啊，哦，很显然这个字写错了啊，龙筋书，哎哎，龙筋书是对的啊，哦是对的是，那是我讲错了，龙的眼睛上了。哦，那这个算是地方的这个特色啦。好，加油了，十字路口出发啦！情定和气道馆，脸红气又转，夫妻交拜，送入产房。啊啊啊！阿娇，阿娇，杨老师，好了，我娶你了，好了。好了，嗯，好了，然后阿赞，对，阿赞，阿赞，你可以再跟他讲，阿赞，阿赞，然后呢？小弟，好了，哦，你很好，不错，不错，啊，真的吗？对，不错，不错，哎，好，我全看见了，啊，不错，三角啊，嗨，嗨，先拍你的头了，嗨，不用拍了，可以说呀，嗨，怎么？你过去，不要，不要，好好声音啊，瞬间。横跨越野车上过关红兵扔，哎呀，教练，还好有护具。康康，希望这个节目不是我们的绝响。相约游泳池畔，小胖来坐班。Oh my god！ 哦喂，不会是要摔跤吧？哇，这是什么科系啊？每个都这么壮哎 ！Oh my god！ 哇！壮壮壮壮壮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变态啊！收视第一的精彩内容，广告后登场。哈，有没有看到阿的鹿在嘴上？来到这边有没有龙筋书？为什么叫龙筋书？你知道吗？我没吃过。因为它像龙的眼睛。
圆圆的吗？对对，两龙的眼睛长。嗯。那画龙是不是要点睛？对对对。人家说画龙点睛，那这个龙才有它的那个灵气，才会活现嘛，是吧？那点睛点了一个红红的，远远看起来啊，就像龙的眼睛两颗。来了，哦，原始老店。好，老板好。梁咏琪小姐哈，你好，老板你好。今天就是阿明师，阿明师的弟子。啊，这弟子的就好啊，阿明师的弟子。这好香哦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原来它这个东西是用炸的，外表呢酥酥的，里面软软的，现做现吃，最过瘾了。热热的。来，赞赞赞。好吃。好吃哈。嗯。哎，第一道菜叫做，我们是龙筋酥嘛？哎，这里龙筋酥有没有？而且这里很漂亮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干嘛搞笑？我是刚刚拍完警匪枪战片。哇，真的很有人文的感觉，你看到没有？可以偷闪。不是，偷伞干什么呢？又下雨，你要不要来招呼我们一下？都没有人理我们。小姐，来来来，小姐，来来，这边请。是我是康康，他是任贤齐。我们要脱鞋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有鞋柜。我们要吃一个叫做龙筋酥，有这东西吗？有啊。有，好好好，那龙筋酥到底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龙的眼睛，把它炸一炸吧。还有这里有布袋戏，我跟你讲。布袋戏有大头小头，小弟也研究过布袋戏，你看有那个小头的那个要造型的是来自泉州，哦，大头的那种造型的是来自漳州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还有研究，有什么研究？声音，例如他长这样子，他的声音应该是怎样？对啊，对，啊，咱今仔唔知要来做第一道菜啊，这个龙筋酥唔知要去对食哈。换他讲话。啊！你这个戆戆的人，啊，咱都来搞吃，你搁唔知要去倒吃？是啦，少爷啊，啊，恁这个这久拢无吃，恁今来吃啦。对啦对啦，来来吃去，吃去。来。喂，哎，真的很厉害哎！我有那种小孩子跟歹徒的对话。小孩子，小孩子就是说，那个歹徒是很凶的，土匪那种。小娃娃，我是你阿爸，好小子啊！我是你阿母，你真可恶啊！我开大灯口，还有那种对话，对对对，很好笑又有压抑。人还没来就送东西来了，哎呀，你看就是啦，这叫对吧？龙筋酥哦，这样看起来像龙的眼睛，我们拿起来比一下。乱讲，龙眼没有那么大的，我们看到龙眼都是这样的眼。龙的眼睛啦，你看到龙眼，龙筋酥，这个不应该摆在上面。摆哪里？等一下，没有，我要吃的。OK， 我在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健康的。你会走红，当然有你的一套。自己就吃这个，就有那个弄，我都没有。你一定要比我大吗？哦，今天应该是这派。小朋友不要学，我拿小碟子来好了。因为我刚刚是怕我那个饼干屑掉一地。吃芝麻那也不掉烧饼的，吃烧饼那也不掉芝麻的。嗯，里面是芋头哎，里面还有哇，嗯，他们自己种的。有没有看到龙筋酥？龙筋酥，我刚刚讲的龙筋酥，这是眼睛的筋嘛？对不对？对，还是天气晴朗的晴，眼睛的睛，对不对？哦，龙筋酥，嘿嘿，龙筋酥，这家龙筋酥很有名，好不好？来试试看，哎哎哎，龙筋酥，在哪里啊？这是太阳饼啊。啊，就是这个，在这边哦。啊，你又别给他画了，我来画龙筋酥啊，你就把酒目送我，你这嘛是阅兵哟。对啊。我三个行过，你肯定莫要走。这个就是龙筋酥。
啊，你现炸的哦？对啊，当然。哦，龙金酥是炸的哦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讨厌！它这个冷却的啦哈，假设开比较修了哈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还要让它滴眼药水，眼睛都红，不好笑。我还刚好生理期的。对不起啊，问讲话，对不起。哎，玉文慧不要笑，你那个好不好吃？嗯，玉，你认识是玉蒜啊？嗯，好吃吗？嗯哼，不知道，不能讲话。芋头，我也是芋头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哇，酥炸羊肉卷，跑到这个地方来，外蒙古餐厅有没有看到？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是不是？哎呀呀，厉害厉害的，梁永琪小姐啊。Hello，Jacky， 他那位是孤地列的，名次中，哎呦，我厉害了，哎，他这个真的是蒙古包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哇，上面的建筑，然后改良台湾的哦，是吗？哦，厉害了，要不然这不闷死了，对不对？上面就是透气的嘛。有，我们有做双冷气啊，每一包都很凉啊，每一包都有，厉害厉害，哎，一包还有一包包，直接来了。做一下环境的介绍。好，哎哎哎，是什么你？十字路口。现在还没有要敲哎。没了，要，我们赢了啦，我们赢了。没有没有，才第二道菜都没吃。那没关系，有锣就敲了。真的吗？啊。欢迎贵宾的时候才敲的啊。啊，真的？那我也敲一下。一年没几次。好玩呢。看环境，看环境。前面有羊区，还有带你们到喂羊，还有牧羊区啊。牧羊的话就自己杀。啊，没有啦，杀羊。敖包，敖包，敖包，就是在外蒙古哈，它是敖包几三米？许愿。哦，这边有，这边有写。愿望成真。就添一块石头，然后写下你的愿望，然后顺着时针绕三圈。哦。你看那边这么多都是，很多人都来这边许过愿。来。你的愿望多大块给你写，好不好？哦 ，OK。记得还要写。我要写我的名字吗？不不，写先写愿望。写为愿望。你写什么？世界和平。世界。我想我应该比你厉害，我写国运昌隆，他竟然写世界和平，像话吗？这两位打高空的朋友啊 ，Jacky。好，记得顺时针绕三圈啊。哎，摆了然后才绕。哎，对。哦 ，OK。摆好了。嗨。哎哎哎，你这位太太，你就是要摆在人家上面。啊，不是啊。你先摆。OK。好了，这里来绕三圈。顺时针。好。远切。国运昌隆，世界和平。好可爱，怎么放在手上呢？是放在手上喂的吗 ？Nono 哪一只 ？Nono， 请问是这样子的吗？哎，对，可以。就是手，它就会。会不会咬到手？它会咬哦。不会。啊！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的。好可爱，来。来，小羊。来。啊，可爱呀！它还是有分的啦。哦，这只是老大，有没有？啊，人家在吃东西，人家在吃东西啊！啊，他才是老大。来，这边啊，好痒哦！哎，是闻一点，是闻一点。真的是冬种羊吗？还是别的？就是黑度绵羊吗？哎呦，哦。来，哦，哎，好，过不来，有没有？来。这种差一点的感觉最气人的。哎，你好过分，好过分哦！差一点的感觉好气哦！你看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好火。Hello。教我的。啊，对，给小羊子来。哎哎，我们也要吃啊！哎，老板啊。走啊！走啊！我们肚子饿了。对啊。酥炸羊肉卷厉害了，今天咱们就是为了这个来的了。招待的羊奶茶，羊奶茶是用茶砖加一些特殊配方，所谓的茶砖呢、啊。
就是普洱茶。哦。然后洋沙味的茶去掉，是蛮特别的。来，我敬你。干杯。洋奶酒。啊。哇。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就用银杯这样喝啊。哈，今天我们稳赢了。又敲了锣，又用银杯喝酒，这个会很强吗？大概多少？大概到六吧。那还好，喝很快。不强哦。不强不强，跟啤酒一样。还 OK 啦，害怕吗？羊蛋炒鸡。有羊奶的味道。有这道是羊肉沙西米。啊。羊大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还我夹起来了，哇，这怎么那么大？来来来来，这是我们今天标的，那个酥炸羊肉卷儿。哎呀，嗯，它是外面裹的饼皮的，对，然后里面用精选的羊沙朗，羊沙朗。嗯，这个不错，有香蕉在里面，对吗？我们家为了提味，有香蕉，蛮特别的。啊，真的。嗯。哎，老板，生羊肉干脆来吃一下，是怎么弄？它是先将蛋黄，然后还有芥末，把它搅拌均匀后，再加一片。先沾。先沾蛋黄。先沾蛋黄。有没有看到？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处，他也不会什么害怕，什么不害怕。然后入口即化。然后呢，搭洋葱，不会吃，抓一把。哎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是假公济私，你利用植物之便。对，哇，这个会很辣哎，会不会？哎，不会不会。嗯，我们都是调到适合客人的口味。嗯。搭配洋葱。嗯。哎，洋葱在哪里？这就是洋葱。然后要啊，嗯，哎，好好吃哦！我们这样吃，我会突然想起我们刚在喂的羊。那有什么关？不会，它观赏用，观赏用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个什么啊？不行啊，我还没有红，我不能死。你红过了，你才选。一二三。天哪！我要死。我是高雄人，麻烦你，我会送你回去的。1 2 3边走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我们先往这边走。今天为什么这么多小朋友？对啊，他们可能也是来毕业旅行吧，来这边校外观摩学习。算毕业吗？毕业是几月？还没啊。现在应该是校外学习吧。校外学习。对，因为这里是小朋友，你们今天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有课。上课。上课。哎，小姐，你要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？我们这次展览主要讲的就是眼见为物为凭。我们眼睛看到是就是。眼见为物为凭。对，就是眼睛看到不正等于认识。眼睛有时候就像我们这个读者看那个狗仔的报道，不一定是对的嘛。对。有些时候未必是我们说的。对啊。对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首先来进到里面来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什么啊？不行啊，我还没有红，我不能死。你红过了，参选。一二三。天哪！我要死在台中。我是高雄人，麻烦你，我会送你回去的。好，你要对黑哥那样对我。我们有百无禁忌，百无禁忌。不会，黑哥会保佑我。对，就请到后面来。请到后面来。哎呀，你看这钢刀哎！我们钢刀下来之后，他的头会不会还留在身体上面呢？按照这个下来，应该就没有了吧 ？OK， 好的，数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康康，你还好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赶快谁来救一下？不行，光台。刀下来没有啊？下来了啊，下来了。
怎么样？我刚刚睡着了。哎，这很厉害，你看这刚刚下来，怎么会？等一下，严小姐，你的腿很漂亮。这个角度还真的不错。你是偶像，对不起。再来要去哪里啊？我们两个一起，我们要吃酥什么？我们第一道菜是龙筋酥，现在要酥苏打水、苏打饼、酥炸花啦、酥炸花生啦，还有好，那我带你到酥饼油条，画茶，有酥饼油条吗？画茶，就是这个地方啊。对，那它有什么？很多东西，我们看我们的酥炸啊。酥炸甜不辣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有酥炸甜不辣吗？有。好，来吧。哇，他这个看起来就……好，那我们先坐了吧。好，我们先坐着。各位，酥炸甜不辣。吃完了这个第一道龙筋酥，酥有什么？我带你来这一家，这个是算是这个台湾首创的。水稻回转寿司，所以酥什么呢？酥什么？酥日本料理面。你看他刚，你看酥皮海鲜浓汤，酥皮浓汤，可能日本料理店有，但是最重要，日本料理店一定有什么酥喜，厉害吧？哎呀，不然怎么当主持人来走？哎，一起，哇，好长的水道，哎，我们坐这边，真的跟那个碰碰船，超像，对，好像那个碰碰船哦，来，坐，我们三个坐这边，来，太好了，哎呦，炉子都好了，它好像是，它有的是生的啦，拿下来就可以烤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坐过来一点，坐过来一点，它是炭火。对，哎，酱拿来倒啊，哎呀，烤这个我最厉害了。我刚刚说那个苏西哦，他好像没有吃，我们来吃那个好了。苏什么？苏烤鱼下巴。哦，好不好？上面有没有？鱼下巴很赞。哎，鱼下巴过来。哦，来，鱼下巴。哎呀！请问要吃哪一份？对啊。两个人吃得完那么多。好，我已经调好酱，等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，反正这么多，怎么可能吃得完？等一下，试一下。鱼下巴又来了，又被拿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太鱼下巴。哎，你那还没对啊？你能放下巴先，可不可以先给我？好，行啊。可以，这样没有了，好，吃别的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啊，他们酱放满了。干嘛？哎，来了。两个头发这样是吗？两个兄弟这样。咱一人下骹，人鱼下巴伫咧天气，你当然嘛食袂着。我来坐这里，我就不信拿不到鱼下巴。对，还有鱼下巴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啦。还两个。哇！好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，还是让你吃得到酥烤鱼下巴。怎么弄？没问题。这是什么？吃鱼啊！这是香鱼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个是什么地方？尾巴。这是肚子。这是嘴巴。这是下巴。这不是鱼下巴吗？这是鱼的下巴。林丽文小姐，这是嘴巴、眼睛，这是下巴。所以这是什么？鱼。所以这叫做鱼下巴。好。好不好？不要啦！大家都是出外人，不要计较那么多，好不好？一样是可以吃到鱼下巴，好不好？全世界全国最棒的鱼下巴，鱼下巴，蘸酱。对啊，蘸锅再蘸。一口吃。一口吃。要一口。你能吃下巴的地方？
啊，这样不是连七幺八都知道？糟糕，我们迷路了！你怎么带我到这种地方来？你想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那里有草丛，你想啊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哎，这根本是一个tropical jungle。对对对，森林。热带雨林。热带雨林。哎呀，天哪！哎，这里长的都是这种热带的植物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而且有瀑布啊。各位，你相信吗？我们在这么多花花草草的地方，我们竟然是在室内。你看天花板。加啦，我抓到你了！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？它是一个室内的温室，所以呢，整个呢感觉起来啊，它就像一个有恒温的控制嘛，然后还有湿气，上面在滴水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它滴水下来，让它保持这个湿度。我告诉你，透过关系，我带你到最顶层去看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开玩笑了，台湾的哪里有没有朋友？澳门我的朋友也是很多的。好好好，来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哎，很漂亮哎，很漂亮，但是好恐怖。对啊，然后上面一直因为热带雨林啊，它雨林嘛，就是一直下雨的，一直下雨，雨都一直存在。哇，太棒了。我们走回去吧。好可怕！哎呀，你看山石干，好可怕！这个是会……啊，不要！你看，只长个子不长胆子，你看。不要跳！不要跳！不要跳！好可怕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它就像一个大象，有没有？象鱼的原因是因为它太大了，所以叫象鱼。这个还算小的哦，听说可以长到5公尺。这个呢有多有几公尺？等于有两个多的你，两个半的你。我天哪！哇，哎，这个才2公尺不到哎。这跟一只海豚差不多大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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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差不多啊。这没有人我。哎，帮我拍一张，快快快快拍！哦，哎哎 ，Licky 拍一张，拍一张，哎，上来上来上来，跟大鱼来一张吧。这好难看。哦，哈哈，我在他来之前已经拍好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来不及再。不行，不可以学他叫坏小孩。国际巨星被。哦呦，是追逐。哎，这你要掉到海里面不吓死了？天哪，好可怕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他啊就进去了嘞，你好恶哦，啊就进去嘞，啊，好像吸尘器哦，啊，哎呦，哎，速度很快耶，他不一点都不慢，哎呀，哎呦，哦，啊，哇，好棒。他现在买一只要多少钱？买一只回家？对啊，一台车啊，那他可能80万，80万啊，80万，六八十万一条，哇，80万一条，你要买吗？嗯，过年墙都搞大一点，是，来，卷心的，谢谢。啊，鱼儿，你们吃饭，我们也要吃饭啦，是不是？我们吃卷心蛋糕，啊，本来想说卷心饼就好，卷心蛋糕也好。哦，快开干了！好开心，我第一次在台湾开水族，这也算水族馆。是啊，因为我去旅行好，你好暴力哦，这么血腥，你好开心。没有，哇，好开心哦，哎，鱼吃鱼，吃好多，你好多血啊，没事。我很喜欢看水族馆，但是我在台湾没有看过哎。真的、啊？嗯。哇，好厉害！哎，薰衣草啊！真的吗？薰衣草，哎呀，这女生太爱吃薰衣草了，整颗剪下来吗？怎么剪？从这边剪。就剪下花就可以了。那我也来剪一些好了。怎么剪？就这样。啊，剪不太下来。我们去这样。哦，好香啊！好香哦。姐姐好香哦。所有精彩内容，广告后回来。刚刚我们吃酥炸，甜不辣，辣就很好接。所以这边有辣牛肉干、辣豆干，台中很有名的豆干啊、牛肉干啊，就很有名。那我们可以选来吃啊。来来来，我们进去。
还分很多，你看这个是豆角，比较硬块的，然后这个是干有筋的，咬劲比较实。有辣的吗？黑胡椒，黑胡椒啊，我们可以先吃一点点看看。来来来，卫卫生卫生，我们先吃吧。慢慢哎，不错哎。嗯，但那我们要吃这个，还要买这个吗？还是我们都试试完就混着走掉？可以啊，我要不是 NONO， 你说他干这种事吗？他还带走。哎，有素食店哎，素食店里面有发什么？芭蕉，芭蕉是果水果行。芭拉圭，芭拉圭，芭拉圭可以吃吗？两个一组哈。好了，不要排挤我。八什么？这里八。八，地上那个是啊，八乐汁哎，八乐多，八乐汁啊，八乐，它上面写八乐多，怎么有八乐汁？哎，没有人，小心有小偷来跟我讲，好，我帮你掩护，到时候引爆，我帮你掩护，来，哎呦。什么？是我们是刚刚这是火车站是不是？刚怎么有一排火车经过？有黄蜂过境的感觉，一排火车。要拿这个不可能吧？再拿拿看哈。没事的，一瓶。一瓶。真的在铁轨旁边？对呀。附近这么多火车啊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们过去问他好了。一人先拿一瓶，一人先拿，过去问他好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对，过去问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郑教练。啊，你是郑教练啊？你好。哦，你们在玩这个？对哦。对啊，这到底叫什么？这叫什么车啊？对，没看过。摇滚车。摇滚车哦。因为我们这种是左右摇摆。左右。所以它叫摇滚车。适合做全身的运动，瘦身那种运动。瘦身呢？可是刚做这个特技比较多哈，还有大台的，它就适合 NONO 来用。还有刹车耶，还有刹车，嗯，先喝一口，左右摇摆，不要推。这几项哎，你呢？阿丽娜更厉害。还没有了，人家在，我知道，人家在用当障碍物在那边玩，你给人家拿来喝，真的是哎，拎不管了，包给你。十个一百块嘛，你对不？哎，可以三十，哎，看没啊？真的吗？哎，那借我玩一下，要试一下。来，要跟刚刚我们看到一样哦。没有。哇！有没有看到？看起来很好玩哎。很会玩吗？有没有很会玩？很像在滑雪耶。对。哎，真的很好玩呢。教练，没问题吧？来了！哎呦！哎，跟你开杠哎！那叫劲啊！哈！没有感觉，快到，快到一次，是我都快到没感觉。这边像，没啦，全部没啦，唔当啦，没啦，唔当啦。哎，好了，赶快起来了！哦，对啊，跑的时候那一次很近，哦，好狠哦！其实我刚没看到，因为我闭眼睛哎。哎，没有，你刚刚有看一个远处跑的。没有，是啊，那裤子哦。天哪，这是，哎呀，哎，好漂亮的小花 ，Little Flower， 小小福老二有没有？真的漂亮，一样。哇，天哪，连味道都是舒服的。放轻松向前走，前面遇到一个小水车 ，Follow me。哎呦天哪，如果讲不出来啊，我就不算对植物有了解了。那这是什么？圣诞红。啊？嗯，圣诞花。算了，红的就对了。Orange Let's go。Orange Let's 有没有？他们是高丽菜，我叫什么高丽菜啊，娘啊！看看师奶杀手 ，Follow me， 哎，我带梁咏琪来啊 ，Hello， 嗨，
哎呀，妈咪们啊，你们在这个是什么高丽菜是吧？哎呦，你在看嘛呀？啊，哎呦，天哪！哎，高丽菜，一起来吧吧吧吧吧！哇，好大哦！厉害厉害厉害！看，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妈咪啊，我们刚从那边一路走过来，这庭园造景都你们自己弄的，太令人感动了。妈妈，什么喜欢爸爸买给你？哎，黑莲英回来，拜托，啊，你们种这个都是有机的，对吧？不撒农药。太好了，地球上只有地球就那么一个啦。对，要做好环保。哎，来来来，妹，哎，妈妈的露脸呀，一人摘一颗哈。怎么摘？一人摘一颗，拍照。哎，啊，你外口拢有糖啊，你就对啊，有糖代表无农药啦。哈，有虫代表没农药，虫都能吃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什么好害怕？但是如果蔬菜水果里面啊，你吃到几条虫最可怕？吃到几条？吃掉十条。十条错，吃掉半条虫，对，因为有一半被你吃了嘛。有，好多就好多。那哎，一起嘞，梁咏琪嘞。积极。本来很漂亮哦，大家有生女儿都希望长得像这样子。啊，哎呀，我可爱，那老可怜，打高照无为了，对不对？儿子要像你这样子。啊，不要这么多啦，你们讲的都是实话。哎，那我们赶快去做沙拉好不好？好。太好了，太好，来来，西奈沙沙。来到主厨，清汤跟沙拉，高丽菜来，我们这一桶。哎呀，好漂亮哦。哇。哎呦。是吗？汤啊，这个哈，这一只带回去，这可以煮汤啊，这可以煮汤。木草，哎，牧草是给牛吃的那一种啊，可以给牛吃，但是也可以吃的，真的吗？哎，增加免。我加了一看，也毛，呵呵，来来，加的不会打，那就走，就带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可以宰一些，直接就吃这两条，剪刀把它剪一些。啊，这就这样子剪下来。对对，我们就可以马上就调沙拉酱。哇，真的、啊，这是什么？迷迭香。啊，你闻闻看。哦，啊，就这个。哈哈啊，这边好香哦。哎，这个就迷的，哎，薰衣草啊。哦，真的吗？薰衣草，哎呀，这女生太爱食薰衣草了。嗯。哦，那味道有没有？我们要可以泡。啊。真的吗？那摘一些，现在剪一些，整颗剪下来吗？怎么剪？从这边剪，就剪下花就可以了。那我也来剪一些好了。怎么剪？就这样。它剪不太下来。哦，不是这样，不是啦，这个。是我的那个菠萝蜜呢。啊，菠萝蜜很珍贵的。但是它还没有开完，你开到一半。没有关系。没有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这个等一下就可以做酱。泡茶。还可以泡茶。好，我们倒出来。好香哦！我刚刚摘了高丽菜，哇！我没有不想走，我没有这样子剪过生，就是活的薰衣草，生的，哦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吉吉好香哦。那这个是水的，先喝汤吗？啊，先喝汤，对，好，先喝汤啊。啊，刚刚我们刚刚拔的牧草汤啊，牧草汤，哎，哦，怎么样？啊，我们刚刚剪的宪哥刚刚剪的牧草汤，哎，真的有那个大那个黄豆芽，黄豆芽，嗯，好香哦，你喝一口看看，很甜的，清甜，甘甜。好，那我们在位置上喝的汤，要请各位在椅子动手拿沙拉。好，应该不用嘛，因为我们这里在这里站着就喝完。OK， 那你的沙拉盘在你的位置上。啊，是吗？对。哦，哎，沙拉啊！我们刚刚拔的那个高丽菜沙拉，还有哎，盘子帮我拿来，拿盘子快点。都是自己种的吗？有一大部分是自己种的。哇，好厉害！那我们农场里面有什么水果，有什么蔬菜，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材料。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提供沙拉，我们刚刚用的。哇，这个好健康哦。这是什么冰淇淋吗？不是，你尝尝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猜猜。那个是什么啊？这好像就是冰淇淋的样子。对啊。这很像冰淇淋，看是不是一个冰淇淋？哇，啊，庆哥好聪明，对不对？芋头，芋头，芋头，对对对，很好吃哦。哇，正，还有草莓，哇，这个沙拉，这个 strawberry， 这个好吃，我最喜欢这个。他们香港叫这个罗曼，也是我们的香港叫士多啤梨，士多啤梨，对对不对？士多啤梨，我们刚刚打了高丽菜，至少要两片嘛。
对对对，谢谢。刚刚我们自己拔的哦。自己拔的高丽菜。啊。哎啊，对，这一桌。Sorry。好不好吃？哇。好好喝。赞不绝口，再吃一点。哎，芝麻酱，还有这种，你看嘛，这个啊。根本就是哎，沾到这芋头也 OK 了，都可以了。哎，我们酱芝麻酱有没有？这么起勾溜刷哈，拜托。对，我们酱都非常精心去调。那芝麻酱是自己磨的吗？嗯。好好吃哦。高丽菜，好好吃哦。哎呦，哦，好厉害啊！小羊好可爱。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要去哪里啊，大姐？你站近一点好了，来来来来。夫妻交拜。啊？送入产房。Yes。Yes。阿酱，阿酱，好了好了，我娶你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然后阿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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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上，你先讲。阿酱，阿酱，然后呢？边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告诉你，你难得回来台湾了，这台湾每一个地方快十字路口四年了。我带你来这一家是我朋友开的店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很红啊，要是一定是特别招待我。好好好，台中是我第二个家，我以前就是在 pub 唱歌嘛。哦，是吗？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天啊，来来。哎，你好你好 ，Hello Hello， 两位两位，这边这边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哎呀，那我们你看大家都在看我。大家好，辛苦了啊！来，拿菜单来。贵宾席有没有？贵宾席有没有？不瞒您说，这是我写的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都要尽地主之谊嘛，不管到哪里，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喜欢吃这个泰缅的菜吗？我很喜欢吃泰国菜。老板，那是叫你什么？我是。我是老板还是啊？对，各位，我是各位。你这是你开的？对啊。这个这里有。那你这啊不是早要讲啊？你让我在那边啊？你这懒不意思，我来。这是你开的啊？对啊。这不是我朋友阿杰开的吗？那个阿杰跟我是 partner 啊，然后我们两个以前在这边开的这家餐，这是我们设计的。哦，那他没有讲，你也有啦。那我说我朋友开的。最早期呢，我们是跟高明俊，跟他研发跟那个代理他的技术过来，然后开一家餐厅。你跟高明俊也熟啊？对，我跟他很熟啊。哎呀，因为他高凌风比较熟。所以我刚刚说这一家店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偷笑。不是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回来看这家店了，因为。不好意思，我自从比较忙之后，就从来没有回来。我们刚刚大牛辣辣炒牛辣牛牛肉干，现在干什么干炒牛？哎，对，泰式很多是干炒的，不是那种湿湿的，这种干干的这样。干炒有吗？干炒干干炒干炒哦，干炒高大哥的去了。不是张帝，甘草甘，甘草甘，甘草不是什么仙丹，甘草。但是那是中药的甘草，跟我们那种干干的草。而且我发现我 key 太高，后面唱的好累哦。那就麻烦你帮我们煮一好不好？甘草牛粉哈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的员工是不是很漂亮的？对啊，这样才能让大家就是秀色可餐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宪哥这么会做生意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爸爸是生意人，所以生了他这个意。爸爸都是艺人哦，哎来了，是海藻哈，好好吃哦。这里还有很多我的照片呢，95年呢，9年前吗？是的，95年是9年前，现在2004嘛。对对啊，我很久以前开的。9年前呢，你还画画？就是自己餐厅嘛，你看这里。9年前的照片。哎，这小朋友应该很大了吧？你想干嘛？不是。我意思说，在那个时候，你看我头发还很短。哎，这里这里，小朋友的初吻是不是就献给我了？
你知道苍蝇最喜欢吃什么？苍蝇最喜欢吃什么？大便。我在吃饭。对啊，有一天苍蝇就在，就是苍蝇妈妈叫苍蝇说在吃饭，然后他一看说，妈妈为什么我们要吃大便？妈妈，哎呀，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这种脏的东西。这样啊，我不是说过吗？赶快吃饭。然后他又吃了一口大便吗？我要先说要客人道歉，影响大家食欲。没有，人家没有这个。刚刚喝完这个芭乐汁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今天带你来一个浪漫的餐厅，好不好？哎，那我呢？哎，你还在哦。太可怕了！刚刚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而已，哎，对不起，没有拍到你，对不起。你们去看播出就知道了。你有刚刚摄影师一开始拍我跟纪文慧两个人是吧？对不起啊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拍惊你的意思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没有，这是在跟郑重跟你说明，没有。哦。三个人一组，好不好？他其实是想故意这样，然后引起你的注意啦。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就这样绑在一起。这样子。太对了。所以我跟你说我们。带你来啊，带你来，这里有一家意大利，我以前的，其实台中有很多这种餐厅啊，都很有主题。而且里面的东西都很好吃，这是一家纯的意大利餐厅。意大利餐厅哪一条街永远不会下雨？芝麻街，好，跟你说。芝麻街没雨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对对对，好，哪一国啊？算了，不能讲这个，讲这个会好。脚为什么会酸？因为踩到柠檬。哎呀，他偷听呐！谁偷听啊？再问我，哎呀，我是在那个来。哎，不对，那个是笑话，那个不是问题。我想到布拉斯。好，哎，我问你哦，章我们怎么分辨章鱼？章鱼不是有很多只脚吗？怎么分辨它是手还是脚？真的吗？怎么？就是你打它的头，看它哪一只身体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输了。我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呐。还有什么？再问，今天不吃东西，专门回答。就有一条狗啊，它每天都固定在一个桌角会拉一条大便，每天固定哦。可是有一天突然拉了四条，为什么？有一天突然拉了四条。对，它每天都固定只拉一条，在固定的地方。那天它还是在一样的地方，但却拉了四条，为什么？我想不到。因为它那一天吃坏肚子，错，多拉了三条。没有，不对。公布了啦，你先认输。好，我认输了。因为他那天吃到扣子，对他吞了一颗纽扣。哎，你好厉害哦，我都达不到你的，你好啊，难怪我会喜欢你。哦，对不起了，你的也很难呐，你的也很难，真的，你的也很难，真的，芝麻街美女。哎呀，这我在问人家的，对啊，那我问你一个好了，简单的，好不好？有一条白色的狗，然后它每天啊都会固定啊跑去偷吃它主人桌上的香肠，每天都会跑去偷吃，然后后来有一天它突然不偷吃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嘿，香肠哦，每天都偷吃香肠，后来不偷吃了，为什么？每天，因为吃了，每天固定会偷吃它主人桌上的香肠。你后来有一天他突然不吃了，主人没有放啊。有，有放，但是主人搬家了。啊，好冷啊！好，没有，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乱拍的啦，哎呀，因为我想不出来，乱拍的。好了好了，赶快进去用餐，继续用餐。好。哎，请问三位需要什么？哎，那个，我们请问哪一条街永远不会？你看，有的不会的啦，你有没有那么开心？芝麻街的，因为芝麻街没雨。好，那个我们要点，有什么东西是芝士？有芝士的。芝开头的。对，芝开头的。芝有没有？芝士焗海鲜。哦，芝士焗海鲜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好哎，有海鲜。好，要。哎，还有什么比较招牌的东西？招牌哦，招牌的多了。真的吗？你不会叫我们吃招牌？真的哦，好，那就帮我们准备，好不好？好，喝的也要，好，谢谢，耶，哦耶，谢谢，白酒焗烤龙虾面，哇，芝士焗海鲜，哇，海鲜就是龙虾，对啊，好大只哦，搭配它的酱汁是番红
真的吗？哇，哎，好嗨哦，来。嗯嗯。来。谢谢。哦哦，龙虾，这多少钱？龙虾。蘸着蘸，要不要蘸酱？你要不要蘸酱？要啊。要。好，等一下还要翻桌子了。我先试试看有没有卤啊。嗯。筷子。哇，厉害了！这个叫 PET 怎么念 ？Pet。Pet Garden。Pet， 哎，宠物店男孩。Pet Boy。Pet Boy。Pet Shop Boy。Pet Shop Boy。对。Pet Garden 有没有？宠物店。它这里面啊，听说都是同学开的。对。这离东海大学很近，有没有？远远有一个学校的名称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喂，不是啊，那不是啦。那里面，里面，来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耶，我最喜欢动物了。对啊对啊，哎，你养四只对不对？我五只。哎呀，还有人养比我多只的，见鬼！哎，那里有柴犬哎，好可爱！哎，柴犬，那是柴犬哎，哪里？在那里呀，好可爱哎，那柴犬好小，我们去看。哎，我们等一下进来，我们先去看狗，先看狗，来来。嘿，哎呀，它不太纯呐，我的比较纯。啊，嘿，对，你看我身上有狗味啦。乖乖乖啊！哦，乖乖，他很怕。不是啦，我一抓他，他很怕。是他的声音啊。乖了乖啊。还有 Kiki。Kiki 呀。Hello Kiki。我的叫 Butter。Hello Kiki。听着听着，哎 ，Butter。好可爱。你看，这种狗一般呢，它像狐狸一样。好可爱。它会比较。哎呦。喂。啊，你好拜托。你看这个。它喜欢这样玩啊。你看这个 Husky。Husky 好可爱。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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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又坐在这里。哎，坐下。坐下。哦。等一下。哎，不错。哎，他会。哎，很乖哎。他会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是怎么了？真的哈。变死掉，死掉！不好意思，哎，再吃，不好意思。啊！好可爱哦！哎，还真的哎！啊！哎，我们的菜来了，菜来了，菜来了，来来来！等一下，请你们猜一下，这两盘有什么？一样啊，我男生吃大盘，女生吃小。好了，吃了。肉不一样吗？不是一样的。吃了啦，没时间，快快。等一下。哎。其实啊，这个是狗吃，这是人吃。啊？我就想让他吃两口。真的吗？没有调过味的，没有盐巴。那所以这可以吃吗？人可以。也很好，也可以，但是为什么你要买？因为狗啊不能吃盐的，吃盐巴就挂掉。嗯，对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有调味过，没有调味，但是没有。我还是吃这一盘好，这个会比较好。啊，真的吗？来。哎呀，掉了。嗯，还是人吃的比较好吃。嗯，让我想到你的一首歌。我们怎么会在火车站旁边呢？你有唱？回家慢慢的驶入车站，阮的心情愈来愈沉。这个歌是你自己写的，对。然后你跟一个人唱，我有跟生哥唱过。生哥有唱过吗？对。那我有一首歌，火车的吗？月台目送我离开。好心疼冰便嘛？可是我们在火车站干嘛？我们是火车便当吗？听说有一个仓库啊。可是我们刚吃了甘草河粉，对，粉味的，
只剩粉味的了。20澳，这以前是火车站那些仓库哎。对啊，你看，20澳。哦，现在已经改成艺文区，让一些艺术家在这边从事艺文活动，空间大。啊，不是啊，这怎么建筑那么吵啊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很好玩哦，听说这里有实验剧团。我们会不会打扰你们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这是一个实验的剧团啊。对啊，请问你们的剧团名字叫什么？大开剧团。大开。大。开。开。没有，好奇啊，好，很不好意思的名字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玩？可以啊。你们今天可以。你们今天的戏码是什么？我们是说故事剧场啊，等一下我们讲到哪里，你们就可以加进来。好，这个就要试看看了。好，来来来，听故事喽。好久好久以前，在童话森林里，有一只大野狼。大野狼。追赶着小红帽，救命啊！小猪咬住大野狼的屁股，咬他的屁股。哎，小猪，冲出来，大喊，喊什么？不要咬他，不要咬他，不要咬他的屁股。他是灰姑娘的南瓜马车。南瓜马车，马车。我演灰姑娘啊，我鞋子。灰姑娘肩带掉了。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，灰姑娘一见钟情。啊，这里有别的灰姑娘。这里有别的阿里巴巴。阿里巴巴，灰姑娘一见钟情，深深永吻。这一吻化解了南瓜马车的魔咒。南瓜马车，变回人形，恢复成人形。你是谁啊？啊！我是来收场租的。哈哈哈哈哈！祝大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哎，好厉害哦！临场的反应呢？不是，因为我每次最怕就是突然按门铃，看，哎，房东来了。以前哦，以前呢，对啊，学生的时候总是。你就穷了，大家都这个以前都很辛苦，还有今天的院前程。是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艺文表演非常重要的人才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，希望你们演出成功。我们不能久留啊，我们还是要。我们还没吃东西。我们刚刚吃了什么？我们一路都在看那些艺文方面的东西。对啊，那你这边有喝的或吃的东西吗？有啊，我们。那我们到那边去接食物接了。对，我们接到哪里了？我们就是甘草鹅粉，刚刚在我店里吃的甘草鹅粉。粉红家人，粉盐，粉红家人是一种 cocktail， 对，粉蒸排骨，没有，粉嫩的什么东西吗？饮品，淫荡的饮品，饮料的饮啊，满脑子都。好了，我告诉你，这里有一道鱼，山药，粉红山药，我没听过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哎，你好眼熟，这不是那个灰姑娘吗？哎，被发现了，因为刚刚不是有说到吗？就是表演工作者要糊口，就是必须要做一些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艺文活动，对对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辛苦你了。是加了什么？为什么变成粉红色啊？加了很特别的，我们加了红石榴，红石榴还有草莓，
下次有空可以来吃吗？那你不觉得这就是一种的快乐？那我们怎么办？你把它弄好了吗？你把它破坏掉了。不是，这是生活艺术，它到最后还是要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，灵跟我们灵魂跟肉体合而为一。不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。你要先欣赏完，对，再融为一体。融为一体吗？你要怎么融？依我看，这两杯不同，是我有草莓，你没有。我帮你种一个吧。好了，好，赶快喝一喝，我们还要去找药炖排骨。刚刚吃完的这个芝士焗海鲜，直接带你，这里很多羊，对不对？最简单的鲜羊奶，厉害吧？对啊。可是要这边有卖吗？应该有啊，你看都是羊啊，怎么没有？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可以进去吧。哇，好多哦，好多羊哦。白，哎，好可爱哦！这根长长是什么啊？公的。哎，不要拉，你不要把它拉断了。没有，我以为是树叶掉在上面。不是啊，那个是公的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脐带，脐带还没断呢，你要把它拉。哎，它一直摇，哎，下来，哎，下来，下来嘞。下面，你们来。他们会一直咬，一直在咬裤子。这只很爱咬，它从刚刚就一直在咬。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它要咬。哎，这小只的是多大？它会想吃羊奶啊。看到这么大的山羊，我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羊小排，哦羊。那么大的山羊已经没有羊小排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羊老排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它会不会攻击人啊？这几岁啊？这个老山羊了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弟弟走远一点，弟弟他不会去攻击别人。但是呢，他我们这个羊有一个特异功能。什么特异功能哦？他会跟你玩球。真的还假的？对。好，弟弟走开。弟弟走开。他已经盯着你了，你一拿球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哎。你这样丢他就顶了。对，他基本上对东西。所以不能太大力了哈。不能这样。你讲嘛，摸球打来的。啊。哦。这个绵羊是后来训练的，后天的。所以摸球打来了哈，球打来也听了哈。基本上我们家的羊很奇怪。怎样？它的羊角如果觉得不痛不痒的，它是懒洋洋的，不想。打来了，真的。哦。哦，真的。哦，来来来。哎呦。哦。今天有，他可以当守门员呢。哎，对啊，守球员真的吗？很准吗？再来。好神准哦！假动作，他死盯着你。啊，砸到小羊了。很高兴，你看他尾巴都摇起来了。真的吗？他喜欢跟人家玩球。对，你的球没有什么力道，他不太要。来，换你，换你。两手丢比较方向比较准。小羊好可爱！你要去哪里呀？你要去哪里呀，大姐？你站近一点好了。来来来来来。被逃了，去搞笑。你还要再丢？我们先来挤羊奶吧。啊，这是挤羊奶哦。啊，不是有卖，是我们要自己挤哦。真的吗？要吃自己动手了。他会不会跑？要大家不要害怕，他会动手，他会抢的。这样子踢我？不会啦，你抓住他不会去踢你的手了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他第一个不会的，你整个人要靠近他，爱亲他，让他感受你的气息。哎，真的，他这样就不动。这个地方靠近。他应该是往那边的，对。来，你看你的手借我。有了。对。哇！可以两边同时吗？啊！后边给他搞个跳啊！啊啊！
哇，羊的牙齿好利哦。撒谎，羊上面根本就没牙齿。有啊，可是我被咬到呢。哇，这杯好大杯哦。谢谢。你们这边注意啊。鲜奶的味道，对，很鲜，微波过的鲜奶，对啊，温温的，对啊，希望大家这个有空多到户外走走。哎呀，教练，还好有护具。啊！康康，希望这个节目不是我们的绝响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厉害了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我们穿这一身就知道，我们今天要来拿名奖。突然间跟吉吉罗成相像，真实高度，你看看哪，175啦！嗨呦，天哪，哎，就知道我矮他蛮多，然后人家的裤子穿起来都蛮 OK， 这是男生的 size， 他穿起来还像七分裤，脚还露在外面，似乎在后面。哎，但注意不能嚣张，要客气，要很客气，因为和气到很和气。嗨，我可以打你吗？嗨，好帅。真的好帅。后面那个小白，看他，不要看他那个样子。他杀过了啊？不会吧，来了来了来，我们先蹲下。哎呦天哪，有我轻轻松松。哎呦，边讲一下他面带笑容。哎呦，先别人，别人，是是，坐着来，像猴子一样，好，来，这边，乖，您这猴气到融入政治角度了，来，这边，来，这样，夫妻交办，对，这是自己的，夫妻交办，啊，送入产房，没有了，没有，师傅啊。我们两个是哦，我知道那个，我们要拿那个米角，是，那米角在你们这边，刚看你们玩过这一套之后，要在你们这里拿米角，那根本就是老虎脸上要拔虎须啊，那个我们是做不到的，不能的，所以我们就非常诚恳的，你们如果要摔要打都没有问题。杨永琪会摔他，什么态度？就是你了，你我只是一个主持人，你是来宾，会交给你的。老师，一氧化氟处理一下，好吧？他很耐得起摔的。你先坐哦，这手抓，抓坐手。你不会等一下我一撞你就啪？不会不会，你先抓，抓手。我会，要两力，放心，抓了啊，抓了，抓了。用力抓。他抓的时候，我们也反抓他，反抓他，然后这边抓他，打弯，切，很痛哦，会，好痛，很痛哦，弯再起来，然后再往推一步，他就会断掉。我推一下它会断掉啊，是啊，有这两个上关节会断掉，我推了，刷上的，哎，然后我们试试看嘛，不要摔了，试试看断掉，趴下，乖乖趴下去，老师啊，我们看一下断掉了，趴下去，对，这样就好了，没有要看断掉了那个，看一下嘛，看怎么断掉啊，现在你坐看看，没有，我很熟，奇美医院离这里不太远，好到你了，哎，你也是，啊，阿赞，然后呢？好了，我娶你了。好了，然后阿赞，对，阿赞，你可以再给他一脚。阿赞，然后呢？哎呀，你这太近求老就好了。然后这样，欢迎，然后，哦，哎，真的有用，你这一招学住，我再给你复习一次。好了，抓住。你死胜。好，这是一个。下三个动作是吧？三个。好，这边看到嘿，躺下去，这个弯曲，你就站起拍。我弯曲再站。你看，再看一次哦。啊，张，在这个主要作用就是作用就是摔，像他们被我摔的时候哦，保护自己。哦，你跌倒的时候你要跌倒的姿势就。这叫护身倒法。来，弯曲，躺下去，
这脚弯曲，手的，这样站起来，不用那个，你就弯曲啊，脸看前面，脸看眼睛看看腰带，好，抬抬的对，来，好起来，哎，这位小姐，你脚搞得跟鱿鱼一样，你要啪之后再拉，靠着那力量再摇，脚也抬上去，对，哎，你这个学老师的动作，你一点一滴都要看清楚，有没有看？老师最主要是表情。脚弯起来，哎，起不来了。你脚顶住，你看，我要顶住的，脚就是顶住。啊，那弯曲哦就能起来了。哦，弯曲就能起来了。好，脚弯曲，起来，对，哎，真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再去，他的脚跟手一样，躺下去。好，脚弯曲，起来，对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哎。这个动作就比较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其实刚才叫做后倒，哎，后身倒，再个前倒，前倒对，一脚前一脚后，哦，手到向前。啊，半倒是香港的一家酒店。是前倒，前倒后倒，看到哎，啊起来刚好，好往下再，再过了，脚抬高，脚抬高，脚对脚抬高，哎嘿，很好，不受伤就好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不受伤。哎，好，我喜欢看你。哦，不受伤就好了。拍，来，再拍你的头了，拍，这不用拍了，可以摔啊，拍怎么？这样，这手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对，这里，对，这手在这里，手长脚，再按，对对，好，脚长脚，这脚在后面，这脚推，对对，对你怎么掉地上去的时候，这个脚要抬高，哎，这个脚要抬高才滚过去，哎，对对对，没错，从地上，你过去。你要听什么声音啊？瞬间过去变快，就是一下就过去就好，不会太快。如果有问题，我们会跟你扶的，你放心。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老师教的话，我认识一个叫施明朗，那才是和气道里面的高手。我们去找施明朗。嗯，有没有认识施明朗？谁呀？他就他。老板，快来。哎，是那个。你看多和气。和气道，好了，那我们主要就是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可以把那个米脚可以给我们啊？对啊，我没有啊，米脚啊，他们没有交给我啊，米脚没有交给你啊？你找找看别人看看，不是啊，根本是拿在这里啊。你先示范一个，我们找一个，两个人对打，我看看，好吧？来来试试看，来来来，哎。老师啊，除了游泳之外，也要有谋啊！被我们拿到了，原来是怎么念？什么？琵琶。琵琶，好厉害了！怎么样？还是看一下老师示范好了。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次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谢谢欢迎。Yes。我们台中也有这种地方哦。来这边拿这个米脚了。但是我们为什么来极限公园啊？对啊，哎，他们是，你看，你看，开始在玩了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！会吗？你会吗？我没有练过这个。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哦，这是。哦哦哦！哇哇哇！不错哦，不错哦！哎呦哎呦！哎呦！呜呼！哦哦哦！教练啊，你看，开玩笑，厉害了，你厉害啊！侯塞雷啊，侯塞雷！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康康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是我的老朋友啊。开玩笑，以前我们跟黑哥拍电影的时候，有一些单车特技，就请他来帮忙。哦，他是亚洲冠军的 X Game 冠军的。哎呦，真的，难怪那么厉害。对啊，那我们那个米角，米角，我们要怎么通过呢？现在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了。现在不能看嘛，我们要怎么通过？哎，今天我们安排，就是说。等一下，安排一个亚国人，跨国人，对，跨国人，跨国人，你会吗？应该都会吗？我试看看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那最后可能表演一个最惊人、最危险的飞跃人墙。
飞跃人墙、哦，怎么飞跃法？哎，大是有一个人要躺在地上啊，给另外一个人飞过去啊。哇！嗯，那这个人最好是要有肉的，啊，要有肉的。对，我是为什么一不小心失手的时候才比较有缓冲能力吗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试看，试试看好不好？我是最好的。下次来卡贝那里哦。我试换一只还是？哎、欸、哎，我们不要拿了啦，那个脚这样子太恐怖了吧？那错误示范。他怎么了？他是那个滑板国内的 U 型板，滑板 U 型板的冠军啊。他前些时间为了训练，因为要训练高难度动作，有些时候会不小心受伤的。但是呢，要带护具，越挫要越勇。有，他这都有护具。好吧，亚国人，亚国人，没有啊，要怎么弄？踩的时候要动力，然后人要往后躺啊！哎，亚国伦，亚国伦！哎呀，教练啊，你骗人嘛！你给我难堪哎，你一下就起来了，我没有，我很久都还起不来。对。你要协助我，他车比较特殊，那我现在教你这种服务的方式啊，比较另外一种方式刹车还比较好，他怎么样两脚上去之后，就这样子跳，这种服务很好。哦，这种就是比较 B N S 这种服务，好，他看着一样放的。比方你这样跳再跳啊，等一下，一、二、三跳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你这样我好像智障，我也这样。哎呀，教练啊，还好有护具。哎呦，差点跟你住同一间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还在笑啊。刚刚这个车不是这样掉的，这车的方向盘是前，动作必须是分解。康康刹不住。那我们在第二个动作就是要教的，真的是一个腾跃的动作。腾跃。对对对对，叫做海豚跳。怎么弄？很难弄。这个哈，就是我做基本的一个介绍。好。那这个动作是必须要有两个人一起做表演。嗯。好，那现在等一下，我们就做腾跳，先用这样做。好。我们两车是不一样，但是做法是一样的。好，因为它停下一定前轮要先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对，后轮再好。啊，是吗？哦，好危险、啊！教练，我还在这里，那你来试试看。我不会啦。那怎么办？你赶快学会，我们赶快过关。那，你然后我是躺着的嘛？你自愿吗？我自愿啊。自愿是。好累啊，让我躺着休息吧。可是我怕。没关系啦，你如果不成功，我也是躺着啊。那是抬走啊。叫牺牲式的，就是叫做。啊！可以了吗？我可以起了。哎，还没，脚没有知觉了。天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！我靠，没有啦！别用压，别用压，用起了就可以了。不行，压力太大。我想这样对看看未来的幸福，因为我怕瞄不准，万一从这里过去，一跳有没有？过了前轮，但是后轮如果说不小心。那会遗憾终身的，不然这样，我们为了要过这个谜底，我们两个躺下来，你一次跳过去，让我们过关怎么样？好，可以。康康，希望这个节目不是我们的绝响。啊！还在玩呢？教练，快点，6:30的飞机。啊，教练可以了哈，你刚刚我们两个当人肉被你压了啊！是啊是啊，可以的。现在这两位这么的奋勇，为了过关啊，我看一下，打开了吧哈。琵琶，琵琶是弹的吗？不是的，吃的。哦，木字边的哈。对对对。
来到这个游泳池要来拿米角。嗯。你会游泳吗？不会。你会不会游泳？一点点。一点点是不是？哎，太好了。那你会游泳吗？哎，不会。我会泡澡。我也会、啊。真的、哦？对呀、啊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哇！一票猛男哎！哇！哦 ，Oh my god！ 感觉都很厉害的感觉。哇，前面这两个是空服员是不是？就穿这样是空服。哎，那是可以拉回片戏剧。你不要开玩笑，他们是那个关主。哎呦，那我们今天的关主啊，真的吗？我们今天要拿米角的话，要通过我们的。哦，今天的考验是什么？哎，蜻蜓。哎，等等，每个都很壮哎，你看。哇塞，胸部好大哦！哦，可以借跳一下吗 ？Oh my god！哦耶！不会是要摔跤吧？哇，这是什么科系啊？每个都这么壮哎 ！Oh my god！ 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壮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会有这个？你也是他们同一起？不是哈？对啊，应该是管理员吧？站在这边，这也是同学哦。我不认识他啊，不认识，没有人认识他。那我们今天要竞赛内容是什么？今天竞赛是那个蜻蜓水球，就是要把我们要那边有一个球门，然后我们要把球给丢进去球门。这样子哦，球门啊 ！Oh my god！ 你先示范给我们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先示范一下。哇！哦！哎，可以这样哦？你看，哎。没有，他没有翻船。没有哎，他是特技耶。他全身都死掉了。哎呦，对啊，哇，哎，还可以这样翻转哎。好像瞎子哦。平衡哎，他在平衡哎，对啊，好厉害。哇塞。好，现在着装完毕了。因为觉得我上衣有点短，有，就是好短了、喔，当季人，小可爱，当季人，最近当季的，对，当季人，这是短版的，对，那个臭男生啊，不，这一堆虎视眈眈，那打开视频看小皮哥嘞，要保护林立文的举手，两个。他是怎样、啊欸？你是怎样啊？纪文慧的举手的，对。咦、欸！你们两个站一组，好，你们俩不要倒霉，就负责我。好的，好，你们按你们两个，就是负责立文的安全，负责安全的举手。哎，小曼，你要负责我是不是？好，按你下来。真的吗？哎呀，你看我跟小胖比较远。是你要负责他啦。我觉得你挑其他的欲望了。小胖已经跳下去了，已经湿了，是不是？我要跟你说不用了。啊，没有了，好了，小胖帮我了，帮我了啊，小胖帮。不用了。对，帮忙，小胖很可爱，好吧？那现在就下船了。他们会自然死。然后就膝盖顶着旁边，膝盖顶着旁边，我怎么感觉快翻了、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对，这样子。大胖，大胖，你也抱起啊！大胖，你不要冰准，你有感谢我哦。现在要开始比赛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三个一组。然后你们只要把头进来的，投进去是不是就可以拿到米角？真的吗？对。好。啊，你会阻挠我们吗？哎，不会。哎喂，一斤都不稳。哎，球给你好了，你去投好了。真的吗？这当然真的。你相信我可以？不是，因为我自己顾喘都顾不好了，怎么有办法好好喘啊？你女生她会让你。比赛开始。你在干嘛啦？等一下，把球传给我。我要去哪里啊？哎，我怎么会倒起来啊？哎，对不起。哇！他是抓的东西。快点，有了，进了啦！快点跑！我来了。这边大力一点。不够力啊！快点！
掉。从头到尾都不会吃，来来，收好这个碳纤维，碳纤维，真厉害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小胖，我来了，我在这，小胖，快给我躺下来。刚刚他想趁机想要偷抱你，你变态啊！想说不会吃的，要上来之前要先瞧一下，因为很凶味。不好意思，一般身体很好是不会掉下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学长哎，学长，哎，那你过关不？有过关哈。对，那恭喜大家要过关啦。那我们今天的米奖哦。哦，有了，开了。那我们今天的米奖是皮糖。皮糖，嗯，哇，很久没有弹了。好了，赶快去换衣服。好，皮宝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同学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哎呀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三场你一定看完今天鳄鱼。刚才这买的变化狂了呢。哎，啊，你是三十二年，你个你有感情啊？你个台戏的，讲的啦。啊，你会台戏我咩？没啦，你没什么利用价值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非洲鳄鱼场，来，我们来鳄鱼场干嘛？很好吃的。哎，师傅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刚刚有两大饼。哦，啊，在任贤齐。哦，叫你倒来哦。你可能蛮忙的。你好。啊，这边来，非洲鳄鱼观光养殖场，你也让台湾去参观吗？可以。啊，你家里当养鳄鱼，鳄鱼也价钱吗？你也家里啊。鳄鱼高营养，啊，佮有甚物料？听讲有药效。伊的料理吼是真好的料理啦，但是其实啦吼，回家是做不菜的物件，因为鳄鱼就是吼，像价值最高的就是鳄鱼皮。皮可以是唔顶够壳，但是也可以煮，也可以煮哦，煮起来也煮很好吃哦。哎，我都没吃过。加入起来是做不菜啦，因为吼。真简单哩，哦，所以唔好当食物，大家当作一个食谱。啊，你也出，你也出，那将来会成为伟人呢？你看拿破仑，喂，拿破仑，啊，你麦克克啊，你偷开一空啊，行无咧？来参观者哦，咸水鳄哦。吃牛哦，牛吃落去哦，就是非洲的驯鹿哦。真的假的？那个羚羊啊，还有那个什么那种瞪羚牛之类的要过。哎呦，阿姨这鳄鱼是死的哦，那拢袂当。哇啦，伊属于哦，伊这这种动物全是安尼以静制动的动物。以静哦，以静制动。伊即摆就是叫安尼，叫安尼，其他的动物认为它是属的。但是到它的亲近到它的攻击范围，啊，你做阴险的呢？对，瞬间攻击。啊，这马上狂的。亚马逊鳄鱼，无共种的了，短吻鳄。啊，像讲你啊，做这细只，等下要大只，敢有啥危险？大只伊攻击性哦，潜水鳄鱼攻击性较强。对，一种，迄种迄个叫。就它迄个，来攻击性较强。哎，小齐啊，啊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一个太恐怖了吧？就跟你讲，好大啊！哇！这拢我真少来，对，三尾出时间来开始。啊，是要到这大尾爱偌久啊？啊，你有感情啊？你搁个台戏？三十二年，你看嘛，这个鳄鱼，刚才这尾都变发狂了呢。哎，啊，你饲三十二年，你搁
你有感情啊？你搁阿台戏啊？啊，你会台戏话咩？没啦，你无什么利用价值，啊，你连做药材啊？礼拜呢？哇！我今天上班呢，当主要气喘，气喘，你当皮肤啦吼，嘿，会跟一般的人，我这是有些有啊，所以其实。鳄鱼皮应该在《本草纲目》里面有一个疗效。对啊，啊，即摆就是连皮拢好落，吼，连皮足皮的，嘛。来啦！来来来来，我。哎，不用想象中，你别讲，滑嫩呢，别讲了。你哭的死去活来，谁伸出手？嗯。哎。好吃哎，好吃哎，我没吃过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哦，哎，有总统提的匾额呢，古老硕古。古老硕古。哦，古老硕古。哎呀，哎，哦，哎，就哦，就迄个气味的吼。古龙庄。古龙庄哦。啊，你是庄主哦，对不？是不是？你好，你好，大哥怎么称呼？你怎么称呼？庄主的路啊。庄主啊，啊，你贵姓？我甲阮爸爸同姓。郭老师，哦，哎，张庄主啦，张大哥啦，张大哥做人就高级啊，那个，系啊，安尼哦，系啊，你这内底有啥物特色哦？啊，应该特色是很多。哎呦，哦，你演播电影？对啊，你看这个，下背冷气哦。对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好大。哎呦，这个下背哦，安尼哦。哎，金甘麻糖哎。啊，对。哦，细汉想，这会食无？冬眠的，真的吗？来吃一下，吃一下，吃一下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要橘子的，你要什么？我要黄。这是用甘的，不是甲果果吞落的。对对对，金甘糖。这阿婆八十几岁做的呢。真的哦。啊，这上面那拿，这上面拿这个包。蜡蜡烛。好，这啦。这奶油吐司皮。好，这叫做结。好，这都是推着加嘛。加嘿。哎，啊，这个是哦点心，哇。辣椒的点心，嗯，哦，出点心，假的，哎，很有创意呢，就厉害呢，逻辑很好，哎，安尼有都假点心哦，哎，奶油吐司皮，哎呦，哎，真正是奶油吐司皮诶，来这东西呢，对对，啊，多好，啊，你也吃多好啊呢，每年六个拢多，不是啊，啊，你来怎行？你有看我的节目吼？当然啦，你怎行啦？礼拜天呢？对啊，安尼哦。哇，太好了！芝士，橘海鲜，鲜羊奶，奶油吐司皮，你在讲什么啦？这个说你不是我们这一组，你硬要跟我们站在一起，很奇怪。哎，来来，站在一起，来，拿吐司皮，阿公夹出来，不是夹，起码夹来特产枇杷的哦。好，枇杷。预备吼，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再。哎呦，对啊，冻掉时的吼。哎，冻掉时。哎，硬要插进来是怎样？好，开玩笑。Hello， 嗨，嗨，你好，哎，喂，我跟他们 Hello 了，哎呀呀呀，哇，欢迎，哎，哎呦，喝酒啊，我们喂你喝，啊，你喂我喝，是吗？哦，我们喝干，啊，两个一起喝啊，对，我们一起喝，哦哦，嗯，还真的是酒，这是什么酒？不是啊，清酒。不然你也来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嘛，不要这样子嘛，你这个来嘛，你要喝完了。对呀，那个那么酒那么浓了，你叫我都不能开，我叫你们经理来，叫你喝你不喝，你谁来？还谁来嘛？你也来一点。哦，经理来了，经理来了，你有喝不完哎，喝不完啦，这个很浓的啦，喝不完怎么办？来来来来，厉害厉害，哎，梁咏琪小姐，你好，谢谢谢谢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应该是苗族的，你本身是苗族人吗？你不是啊，但服装是啦，他们不是啊，二等盛装，哦，啊，他们是未婚的，这个哎，这个好深，想也知道嘛，对不对？那请先给我们到里面。哎，我们到里面看看，好吧？来来来。哎哎，这是他们传统的服饰，是吧？哇，再来稍微一等盛装。对对对，就可以看他们现在身上有很多银饰，对不对？哦。他们会把自己赚的钱呢，有一点点通通，然后全部都换成这些银饰搭在身上。所以他们是啊，就是家财万贯全部穿在身上。他们一套的苗族可以
是吗？哎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在骑马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对哦，对哦，骑马嘛，哈。哎呀，有意思啊！他们这个听说所有动作都跟好像动物有关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的包括他们的服饰啊，跟他们的舞蹈都跟动物有关的。什么动物啊？不一定啊，你要自己看啊。这种表情好可爱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太好太好，哇，厉害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一道菜，它这个叫肉皮，上面这个啊，等于是猪的皮，所以一般女生呢，基本上都蛮排斥的，偏偏我就很喜欢吃。你一定没吃过，对不对？香港有。有吗？有啊，香港是用混猪血。是吗？萝卜。啊，对像车仔面。对。那个车仔面。这个、就有猪皮，但是做法跟这不一样。来来来，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猪皮儿，嚯、哦，还得了，嗯，真好吃，很难想象，很难想象，它这是猪皮哦，整件拿下来之后，晒在太阳底下，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变这样，然后再用油下去炸，好像那种。嗯，我有炸过吗？哎，那炸得干干的，蛮好吃的。最后一道菜琵琶，对，琵琶来这里吃一定赞的，嗯，因为这是游客的服务中心，而且是农产品的展售这个地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现在是琵琶的产季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来这里就当季东西是琵琶，当季水果，琵琶餐。琵琶餐，琵琶餐哦，真的吗？就所有东西都是有琵琶做的，用琵琶入菜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好啊好啊，那我们找个地方做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嘞。噔噔噔，这是什么？虾球。琵琶虾球，琵琶在哪？哎，好赞哦。这个是琵琶叶炖鸡。哇，鸡汤。你叫那么大声讲，是感觉很好吃还是怎么？哦，吓我一跳。琵琶如鱼，哎呦，这个是看得到的。你看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来。这个也是看得到，真的还假的啦？这是什么？琵琶鱿鱼。客家小炒，琵琶客家小炒。麻辣肠，对，琵琶大肠。你要笑什么、啊？你笑，你笑是笑出来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会内伤五片。一人一颗。对啊。蛮特别的味道哎！啊，拢在卖枇杷，唔知要去倒一间呢。我只食一粒嘛，阿姨只一粒，阿姨佫食一粒，安尼好啊？好啦，来来来，太平的枇杷非常有名，有个太可以吃一颗试吃一下吗？哎哎，你看长得多可爱，像屁股哦。这拢家己选了太平的枇杷出名啊！啊，阿咪安尼背哦，我安尼背唔对呀。啊，你背就背，啊你卡身开始背。仔，仔啦。哦，仔，刚，哎对对，水果应该讲仔，不是屁股，对不起。嗯，没办法。台湾的红歌星来了，有一点酸呢啊。对啦，然后好个甜心。台湾的水果真的没话说，好开心啊！居然是第一名呢。对啊，没想到。对对对对。走走走走，一起去敲了，一起去敲了。一起敲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一直跟这个素吉啊？明明就第一名，还在那为什么这样啊？没有人来哈，对，难得可以第一名呢，对呀对呀对对，来来，好开心，第一次来居然就可以当第一名，好，一起，等一下啦，
还有林立，我都忘记了，你今天到底有没有跟我们一对啊？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一起一起，好了，干嘛啦？用 Q 呀？哎呀，来一起一起一起。好了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你们两个跳好了啦。真的吗？哎，一起啦，一起啦，一起啦！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一对？好了，一二三。